我记得有件事啊，我们在上高中的时候，空军招收那个飞行员到每年都有，每年到我们学校里边啊，每年都有一次，反正到了这个年纪就大家就去，记得是这是政治任务，每个人都要去，哪怕就是戴着高度近视的眼镜，什么残疾人什么之类的，都得去体检，哎，这个就表示这是政治任务啊。我们当然，我像我这样的那个体弱的人，根本不可能的事啊。反正当然政治任务，大家排着队到人民医院去检了啊。体检的时候，第一关检视力啊，检视力呢，反正那个不合格的，他们那个医生不会说你不合格了啊，他就很顽强的说，你考大学去吧，你考大学去吧。你考大学去吧，说考大学去的意思就是你视力不合格啊，反正你考大学去吧，都是这样说的。你考大学去吧，轮到我检的时候，我戴着眼镜嘛，那是啊，本来呢我视力也挺好的啊，视力挺好的，因为我矮嘛，坐在前排。后来有一个人，他坐后排的，戴着眼镜也看不见，他的眼镜也看不见，那叫我换个位置给他，那我就换后排去了，本来没事啊。后来有一阵子那个，那是个空气潮啊，潮的就是黑板上写的字，写的字都是黑板上都是水啊，都是水珠子啊，就是空气当中水分，湿度太大了，空气也就写在那个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啊，整个黑板都是水，这在滴水的时候，那写的字就看不见了嘛，我也看不见了。那看不见没办法，那个我位置也调给人家了，我也不能说这个时候再换回来，那没办法的，我就开始戴眼镜了，才能戴了眼镜才能看得见这种水珠子里边，黑板上水珠里边变出字来。这样一开始我就戴起眼镜了一个，那就戴了眼镜以后就只能就戴下去了啊，所以那是，去体检，还戴上眼镜呢，我就根本没指望。后来。平时我和就是说那么小的事我也没试过啊，就是你，后来开始检视去了，一检以后就是那个视线问题好像就在我眼前呐，医生，那个检视的人一指我说也不用说，手一画，人家是说向左向右上下什么之类的，我就是上下两下，然后换个眼镜啊，好像就在我眼前的这个。一下子全通过哦！这个时候我看着天上的飞机啊，天上的飞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飞机啊，世界大战的飞机我里面已经开始了看到那个飞机是二次大战的那时候飞机，我看到一个人头上戴了一个飞行员的那种帽子，他还有通话系统的。他那个手啊，就搁在那个左边的窗户上，好像是阵列的小飞机，好像左边的窗户打开了，向我看了一眼，然后呢，窗户又打开，向我看了一眼，又打开了，看了一眼，又打开了，看了一眼，这个场景就是二战的时候，那个飞行员好像又好多话要说啊，好多话要说啊，好多。好多话要说。你说这个长相吧，长相吧，你说中国人嘛，也不像中国人；你说日本人也不像日本人；说美国人也不像个美国人，有点像是巴基斯坦人啊，好像是个巴基斯坦人啊，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人，这好像是二战的是个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人，然后接下来那个，接下来我看看那个基辛格了啊，看看基辛格了啊，基辛格了啊，基辛格了，基辛格了啊，我就不知道这表达什么意思啊，是个巴基斯坦，很明显的是个巴基斯坦人，在飞机上面，然后呢那个基辛格总是有一条通路啊，那时候基辛格有一条通路，基辛格有一条通路，基辛格一直。同巴基斯坦有联系的啊，你们不知道啊？基辛格实际上是巴基斯坦人呢、基辛格实际上是巴基斯坦人啊，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啊。基辛格实际上是巴基斯坦人，人家说他是犹太人什么的，不是的，他是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人啊。
绍这样说，来自巴基斯坦啊，来自巴基斯坦。然后呢，哎，他有一条空中一条通路啊，有条情报通路啊，他有条情报通路，他有条情报通路，所以啊，当那个世界上消息搞不定的时候，哎，那个基辛格就会利用巴基斯坦这条通路啊，哎，空路，用巴基斯坦这条空路，然后，然后是中美之间那是个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之下，哎，怎么也去了，就是用了巴基斯坦这条空路啊，巴基斯坦这条空路，巴基斯坦这条空路，所以呢，那个飞行员就告诉我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在飞机上面啊，但刚才不是说他看到他的总干部嘛啊，总干部这是，总干部我听得很清楚，开得很清楚，总干部啊，总干部正在那边，然后他就让主编看了一下啊，主编看了一下，然后呢，他为了让我要记得这个事情呢，所以啊。期间的时刻啊，期间是那个检视的时刻，就空中那一个飞行员是巴基斯坦一个飞行员，直接就把那个视力表就挪到我这挪到离我这么近了啊！我当我离麦的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不知道，那么近了啊！那么近的情况下，哪个字都看得见的，哪字都看见，那个这个应该来说的是在墙上那么远，肯定看不见了嘛。所以我进到那个左右都不要想说的时候挪一下子，因为那个太近了，你说话都费劲了啊，说话都费劲，就直接用那个手把它画出来就行了啊，一下子就全对了啊，有这么一个事啊，这个没解开了，原来是巴基斯坦那个飞行员告诉我，那个基辛格有一条通路啊。有一条通路通往巴基斯坦，一条通路，他本身就是巴基斯坦人啊，巴基斯坦人。至于说，我们现在报道的到底什么人，我们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过去查一下子啊。如果没有讲这个事情，那他就隐瞒了这个事情啊啊。好，啊，好，就这么回事啊。好，再见啊，再见，嗯。